我们来看一下四位的分数啊。舒洁800块，崔伟700元，黄艺兴700元，关凌900元。四位互相争竞了一下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听一下我们的防忽悠的专家哪位老师有什么指教。来，从我的感觉呢，关凌应该不是，本来我一直认为是一号朱杰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是由于这个最后这个歌叫《海盗船长》是吧，是你们自己的歌，黄毅钦能把这个歌说出来，在郭德纲的暗示下，而伟伟有点过于冷静了，我现在希望你们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伟伟和朱杰身上，黄毅钦和关凌，我负责任的说这俩人不是。好，谢谢那老师啊。那老师说三号四号不是，我们记住这句话，如果最后是三号四号出一个大忽悠的话，那么那老师自杀以谢天谢。